我们的同学来参加各项比赛。现在这三个队伍，通过视讯台，我们从视讯台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首先通过的是明水道，这是复兴国中超凡射角。好，接着是假水道的新兴国中超红射角。在乙水道超凡射角的是仁德国中，加油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今年第一次组队来参加我们这个龙舟比赛。今年的经验累积，明年成绩一定会更好。来，仁德国中加油！中线抵达终点。他觉得他们输了，所以他就放弃。仁德国中加油！坚持到最后。